你们知道周幽王 Mr. Zhou 在烽火台上做了什么吗？完全是 piece of cake， 太容易了。他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老婆开心。他老婆是谁呢？他老婆名字是包赐。对，包赐，包赐，对吧？包赐。他为了让他老婆包赐开心，然后他每天在烽火台上烧大便。谁的大便呢？不是我们的，狼 wolf， 狼的大便，烧烧烧烧，又臭又黑，然后呢，把一些士兵的脸呢都弄黑了。他的老婆呢，看到这么多的士兵脸都变黑了，他就开心了，就笑了。